第16题，盐酸与氢氧化钠反应会产生水和盐类，请问你此反应与下列何者相似？盐酸加氢氧化钠产生水和盐类，这叫做酸碱中和。选项 A，镁带放入稀盐酸中，这个是活性大的金属加稀酸会产生氢气。选项 B，燃烧的镁带放入二氧化碳中，这是氧化还原反应，镁的活性大于碳，所以镁会取代碳变成氧化镁，然后把碳置换出来。选项猪，双氧水加入二氧化锰，这是双氧水的分解反应。只有选项 C，醋酸与氨水混合，醋酸是酸，氨水是碱，所以这也是所谓的酸碱中和。所以第16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你此反应与下列何者相似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醋酸与氨水混合。